干啥呀这是？哎呀，我寻我给你挪挪，你可真是的。哎呀，你这么忙干啥呢？你这扯不扯？你让人看不见的给玩了，你说。哎呀，你坐，你坐，来，你坐吧。啊，你坐，你坐，坐来。啊啊，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一段儿。哎呀！我跟你说啊，咱开个会啊。你没事老开啥会呀？啊，让我们消停点不行吗？我说还你说呀？你说，我补充。这个我说啥意思呢？啊，一会儿那个人家这个艺术团来啊，咱们一定体现咱们敬老院的这个精神文明的风貌，要有文明程度啊。一定要面带微笑迎接人家。哎呀，院长多余整那样，你老要求我们干啥呀？就我们这张脸，笑还哭，还有啥区别咋的？是我说，是你说呀？你说吧，赶紧说。这个一会儿都看我手势啊，我手一抬，你们就鼓掌；手一落下来就停啊。行。记住了没有？哎，记住了。都记住了哈。记住。这个看我手势啊。就是作假。不是，我手一抬，记住啊，一定要看我手势，一定要看好我手势啊！没用，谁能看你手势？别折腾了，看不着我呢。那人咋能看着呢？你咋的？人咋能看着呢？那你意思我不是人呗？不是，院长啊！啊，你看你说这话就不好听，你得注点意。是，不老菜头，你别跟瞎掺和行不行？说谁呢？啊？说谁呢？我说他瞎掺和。说他，你刮亮我干啥呀？我咋说你呢？我啥说你了？什么叫瞎掺和啊？你知道忌讳啥字吗？别这么含沙射影，行不？口误，严重的口误。看我手势啊，咱演习一遍啊，练习一遍。走，哎，好，就这种精神状态啊，记住。哎。我是龙泉山庄刘老根艺术团的二柱子。啊，没看见过，看不看电视？说吧你。说吧。哎，这不过年了吗？嗯。为了让大爷大妈高兴，我们带了一台呀不成熟的小节目。停，不成熟上这演啥了呀？糊弄我们呢，上我们这彩排来了。整点成熟的行不？哎呀，大爷，人不跟咱客气吗？没事，跟我们这帮人别客气，啊，演吧，整点干的吧，那赵大妮子来直的，那就演吧，来，那我就宣布演出开始。我还跳完了都。这爱这舞蹈看的怎么样？问你看不着啊，没。哎呀呀，对不起，我忘了这事儿呢。你那是哪团的？刘老根艺术团啊。刘老根艺术团，刘老根来没？哎呀，这不过年了吗？刘老根啊，带领我们第二队上别的敬老院去慰问演出去了，实在是忙。那你也没重视我们呢。给刘老根转达一声，我送他四个字儿。哪四个字儿？跟我凑嘚瑟不好使。这不八个字吗？两套。大爷啊，大爷，我听说你爱听二人转，来吧，我们准备了一段二人转，看吧。二人转，你看看这个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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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好。我说大爷啊，这二人转听的怎么样？问你呢，啥？听的咋样？没听着，那就起到效果了。我听着了，这一轮呐，你呀，大气呀，强啊！喝了，快坐，烂套了。老菜头，你着啥忙？犯瘾了吧？控制，慢点，大爷啊！院长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知道，我们这地方吧，这个敬老院吧，有这么特殊情况。你看见没有？这看不着的能听见，这能听见看不着，你说。我们呢也准备了个节目。啥节目？能扭能拉还能唱的。是吗？对。我的新郎，别再让我东张西望，别再让我天天猜想，谁是我的新郎？我是你的新郎。谁是我的新郎？我是你的新郎。啊哈哈，你快来到我的身旁。老刘的，你这啥眼睛？这是男的女的？大爷，我不是女的，我是男扮女装。男的女的？谢了，这休息一会儿，休息一会儿啊！反串了，这是休息一会儿。院长啊，那就咱们就进行下一个节目。接来接来吧，先别接着来了。咋的？我说两句吧。节目挺好，感谢你们到我们敬老院慰问这群老人。说句心里话，几年来党和人民政府对我们特别关怀，因此我们感觉到活得特别温暖，也有信心，心里也有底。因此我们想表示一下谢意，我们也拍几个不成熟的节目，能不能给你们演一演？咱们也不欠你什么人情。演演好。集合来，快站队！你这玩意扔了吧，扔了！去，跟都站好！哎，爷们儿，快去，赶紧！晚了，站好没？晚了啊！晚了，来呀！晚了，放回来啊！放回来，不这面吗？不是这边，对，我知道，就这面吗？好，站齐没？齐。老男老女大合唱，今天是个好日子。歌词的大意是，朗诵：开心的锣鼓敲出年年的喜庆，好看的舞蹈送来天天的欢腾，阳光的油菜啊，舞好了。生活在我们的心中。
给我起头啊。哎，打起鼓来。哎，三爷小水爷小门子。开心的锣鼓，一二三四。开心的锣鼓，正有年年的喜庆。澎湃的舞蹈，送来新年的欢腾。唱的不错呀。阳光的友谊，过后了今天的日子有美好的生活在我们心中。